雨后彩虹，晚上好，晚上好啊！欢迎进到嘉威直播间。晚上好呀，晚上好。刚吃了是不是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进到嘉威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都吃晚饭了吗？你们好，你们好，好几天没见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好几天没见。晚上好，早就吃过了是不是？好的好的，吃了就可以啊，哥哥姐们吃了就可以。这么晚开播很忙吗？是这样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开播呢？首先一点，其实嘉威是没有想要在这个号开播的，但是今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说李哥可能待会儿要上来，他跟我讲，他说他要上来嘛，然后我就想着大家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想不想李哥，想的话你们可以飘波想，然后我就想着既然他要上来的话，我就用这个号给大家直播，因为这个号里面很多家人们都是李哥的粉丝，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对吧？所以我就想着用这个号直播，但是他现在还没到，现在还没到，刚刚下午啊，刚刚下午三点过给我打的电话吧，说他要过来，然后我想着既然晚上直播的话，就用他的那个号来播，我的那个号就过两天再播嘛，对不对？哥哥姐叔叔们，你们觉得这样可不可以？可以你们飘播可以，或者说是你们不想看李哥，或者说是觉得跟他没有什么聊的话，那我就不开了，好不好？哥哥姐叔叔们，那我就不开了，可以吗？哥哥姐姐们可以，你们全屏飘一波可以，好不好？进到嘉威直播间里面的每一位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上来的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哥哥姐们我也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想着既然他要上来的话就跟大家见个面，对吧？可不可以？哥哥姐姐们贵人相助啊，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啊，没有，这几天都没有，因为这个它被保护起来了，所以就不能给大家上了。当然嘉威是非常希望这些能够带给大家帮助的这些东西啊都能一一给大家上一点，但是奈何已经没有办法啊，非常想看你们两个一起直播是不是啊，哥哥姐姐们想看嘉威跟李哥一起直播吗？家人们，但是今天的话可能其实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去播，但是我出于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的位置去考虑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他了，也是时候跟他见个面，对吧？也是时候跟他见个面，想是不是啊？好好好，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来，我看一下三点过给我打的电话，他一般我不知道他是在忙还是在干什么，哥哥姐们我不知道他是在忙还是在干什么，应该过一会儿就到了，家人们应该过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面等他嘛，但是今天的话我也没有给他做饭，哥哥姐姐们我也没有给他做饭，因为我都是在我伯伯家里面吃的晚饭嘛，我在我伯伯家里面吃的晚饭，我也没有单独给他做，可能他坐一会儿就走吧，我也不知道。是的啊，哥哥姐姐们要来要来，所以嘉威才开了这个直播啊，哥哥姐们嘉威才开了这个直播，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啥激动人心的时刻呀，哥哥姐姐们，啥激动人心的时刻？你给他打个电话试一下，我刚刚打了一通，家人们，我刚刚打了一通，但是他没有接，没有接。我在我伯伯家里面吃的，就是大伯家里面。晚上好，哥哥姐姐们，欢迎新进嘉威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啊，欢迎你们来到嘉威的直播间。你跟他如果什么，如果做不了主就不要见面，免得勾起往事，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大家都很想念你和小李，都非常关心你们，是不是？谢谢啊，谢谢。嘉威把鼻子洗干净一点，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没必要吧？哥哥姐叔叔们把自己打扮好一点，你们觉得需要去打扮一下吧？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吧，因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你们那边天还亮着呢。对，家人们，我们这边天还亮着。不要不要，都说不要说。对，我也觉得没必要，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因为如果你再让我怎么怎么去那个专门去打扮啊，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有点迎合别人的意思了，就有点迎合别人的意思。你们觉得那这样吧，哥姐们，你们觉得佳薇要不要去换衣服？换的话你们打一波换，好不好？要换的话你们打一波换，不换的话就打一波不换，可不可以？哥哥姐姐们，佳薇听你们的啊，佳薇听你们的。因为刚刚有个家人说让我去打扮打扮一下。对啊，对，换的话你们打换，不换就打个不换，好不好？别换了，这样就很自然。对，我也觉得，我如果非要刻意去换的话，那个味道就变了，那个意思就变了。自然一点就好，是不是啊？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谢谢。李哥厂出是不换，干净整洁就可以了。那现在这样可以吗，家人们？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吧。看不看，哥哥姐们，给你们看一下我全身，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好好好，我把这个给弄起来一下。就是这样的，哥哥姐姐们，可以看得清楚吗？要不要再调高一点？这样啊，就是这样的，可不可以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看得清楚吗？这样可以是吧？哦，看到了，看到了。哦，我看见很多家人们都在打，看到了。对，我就是这样的。平时我在家嘛，我就也不用打扮的那么刻意哦，也不用打扮的那么刻意。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吧，哥哥姐姐们，可以吗？你们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的吗？或者说是有什么不好的？你们给佳薇打出来一下，好不好？有什么不妥的？你们给佳薇打出来。裤子就穿你这个形状的，淳朴是吗？可以看到啊，感觉很高，有1.6米吗？哥姐姐们，你们知道佳薇有多高吗？你们知不知道佳薇有多高？这样才是，这样好，自然一点，立正向前看啊！好好好，立正向前看。可以了吗？1.65米左右。哥哥姐姐们，你们猜一下佳薇有多高，好不好？你们可以猜一下佳薇有多高。哎，我站起来跟大家聊一会儿，站起来跟大家聊一会儿，可不可以？哥哥姐姐们，我站起来跟你们聊一会儿，一直坐着也不好，平时就要多动一动。佳薇，你还是换民族服装好。这个就是我的民族服装啊，哥哥姐姐们，这个就是佳薇的民族服装，给大家看一下嘛，大家看一下，1.68米啊，差不多。哥哥姐姐们，佳薇净身高是1.6667米这样的。然后我们是有体检过的，哥哥姐姐们，我们是有体检过的，体检我们是裸检嘛。然后当时我的净身高是1.67米，穿了鞋的话可能就有1.7米左右的样子啊，哥哥姐叔叔们，有1.7米左右的样子。晚上好，哥哥姐叔叔们，欢迎进到佳薇直播间。我站起来给大家聊一下，快去找打扮了，李哥是不是佳薇？不会吧，哥姐姐们，怎么会认不出是我呢？你们好，你们好，欢迎进到佳薇直播间啊！所有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欢迎欢迎！这个衣服好是不是、啊？哥姐姐们，我看一下，我这个领子没有拿出来，我把它拿出来一下。我觉得衣服穿的干净整洁一点就可以了，哥姐姐们，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
挺好看的，是不是啊？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就不要再去刻意的那个换了。现在天还有点亮，是吗？我们这边因为夏天来了嘛，就会晚得越来越迟。是不是李总要来？哥姐叔叔阿姨们，就是今天开这个直播啊，听好了，开这个直播，就是因为他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想着这个账号里面有很多都是李哥的粉丝，是不是啊，哥姐们？你们是李哥的粉丝，你们在公屏上面飘一波一，好不好？可不可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如果是李哥的粉丝的话，你们在公屏上面扣一波一。我想着啊，因为平时你看，现在已经2个月过去了吧，他都没有给大家开过直播，是不是啊？那既然这个号我也有的话，我想着平时要照顾到这个号里面的每一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因为真的。虽然说最开始跟大家见面、跟大家认识的不是佳薇，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啊，你们同样也是像佳薇的长辈一样，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挺有必要啊，有必要跟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去多去互动一下，多去聊天。你是什么民族？哥姐姐们，你们猜一下佳薇是什么民族，好不好？你们猜一下佳薇是什么民族？但是，哎呀，很多家人们都会说，想让我跟他继续走到一起。但其实哥哥姐姐们，佳薇今天，他还没来嘛，家人们，这样，李哥他还没来。但是佳薇今天在这里给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家人们讲一句心里话，真的讲一句心里话。我现在就是想要顺其自然，明白吗？明白佳薇的意思吗？因为。很多哥哥姐姐们都劝过佳薇继续去努力，继续去争取一下，但是，事与愿违，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或者说是没有能够给直播间前的家人们一个完美的交代，所以我想着，那接下来这些东西就交给时间顺其自然。我相信啊，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没有缘分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一起，也只会擦肩而过，一个眼神都不会给到对方，好不好？哥哥姐叔叔们，你还有没有小孩啊？没有，哥哥姐姐们，我还没有结婚呢。佳薇是彝族啊，哥哥姐叔叔们有没有听过彝海结盟那个彝？彝海结盟那个彝，你们听过吗？对，顺其自然。哥姐们，你们支持佳薇这个想法吗？就是支持佳薇这个顺其自然的这个想法吗？支持你们打一波支持，好不好？因为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已经去做了很多我自己啊，甚至说是我对我自己来说是没有下限的那种事情，是不应该出现在我身上的那种事情，我都去做了，我尽力的去挽留，也去挽留了，我想要去帮他，我也跨出那一步了，但是他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哥姐叔叔阿姨们。支持吗？支持你们全屏把支持打在公屏上，好不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待会儿等李哥来了，我们再好好的去，哎，反正就是静下心的去谈嘛，行不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来？我也不知道，他刚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说今天要来，支持是不是？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支持。他说过东山再起了会来找我，你们相信他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相信他的什么东山再起再来找佳薇之类的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发自内心的说好不好？发自内心的说，你们相信他说的这句话吗？然后也有很多家人们说什么，他有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理解就是相信他不会丢掉你，顺其自然，好事多磨。但是哥姐叔叔们，在我的啊，在佳薇就是这22年以来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于我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教训来说，或者说是在我的认知思维那个维度上去考虑啊，我觉得我两个人走在一起，不仅仅是要去享受一些好的。那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些磨难，大家肯定也要一起去经历。只有一起经历了这些酸甜苦辣，你才会更加的去珍惜对方，更加的去
就是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这种才是我想要的。如果说是大难临头各自飞，那哥姐叔叔阿姨们，这已经进化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了。如果还是像某些什么最初级的那些动物啊，或者那些群体之类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吗，哥哥姐姐们？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我相信啊，我相信肯定是有好事，好事肯定是要多磨，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哥哥姐姐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知道吧？相信。真不容易，没事啊，哥哥姐姐们。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是怎么想的，是想让佳薇继续等，还是就此作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让佳薇继续等，还是就此作罢？可不可以？你们如果说是想让佳薇继续等的话，你们扣一波一；如果你们想让佳薇到此为止，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你们扣二，好不好？就这样。就没有什么多的意思，继续等是不是？很多家人们都扣了一。如果你们想让佳薇继续等的话，你们扣波一好不好？如果你们想让佳薇就此作罢了，就不要再有那个执念，而是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你们扣二，可不可以？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哇，欢迎这么多哥姐叔叔们进到佳薇直播间，现在已经把小赞赞点到了2.1万，哥姐叔叔们。你们可不可以帮佳薇把这个小赞赞给他点上去？礼物咱们就不刷了，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叔叔们，礼物不刷好不好？答应佳薇，就是喜欢佳薇还没有关注佳薇的哥哥姐叔叔们，可以给左上角点一波关注好不好？因为平时直播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关注的话，他就是不会给大家推的好不好，哥直播间里面家人们。然后喜欢佳薇的咱们不送礼物了，直接帮佳薇把这个小赞赞点上去就可以了，小手指一直放在这里，他这个点赞就会双倍双倍的往上面点的好不好？哥哥姐叔叔们，欢迎欢迎啊，欢迎哥哥姐叔叔们走进佳薇的直播间，欢迎大家送出粉丝灯牌，谢谢啊，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真的继续等。我看到很多家人们都打了继续等，也有很多家人们说不等了，开启自己的新生活，是不是？等一下看他的态度再决定，是不是？那哥姐叔叔们，你们愿不愿意在这里跟佳薇一起等李哥？哥姐姐们愿不愿意？愿意的话你们打一波愿意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很多家人们。其实感觉小李配不上你，没有吧，哥姐姐们，没有谁配不上谁。其实对于佳薇来说，是我配不上他，真的是我配不上他。因为首先一点，从我的家庭条件，其次一点，从我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和人脉资源这些等等来讲，我都是配不上他的，哥姐姐们，真的。多少岁是吗，家人们？你们问的是佳薇多少岁是不是？佳薇今年，我是属马的，哥姐姐们，我是02年属马的，祝福他了，就给他。等不起，真的，一个女孩子能有多少个22岁或者说是21岁去等一个人呢？哥哥姐姐们，真的愿意是吗？谢谢大家，谢谢。等他都变心了，家里有人你就别等了，是不是？哥姐姐们，你们都在劝佳薇别等了是吗？他肯定天天在看你直播。我不知道，哥姐们，这个我倒是真不知道他有没有天天看我直播。欢迎啊，欢迎哥姐叔叔阿姨们进到佳薇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再等一段时间。这样嘛，哥姐姐们，多的我也不说了，我可以等到他，就是如果哪天真的出现了一个比他更懂我的人，哥哥姐叔叔爱们，我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理解，因为佳薇是个女孩子，我不能一直在消磨自己的时光，明白吗？因为本来女孩子她老的就比较快，可能过了个25岁就会急速的走下坡路，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重新
小鹿乱撞的人，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遇见那个让我敬佩，让我就是很服从，或者说是愿意跟着他的思想走的那个人。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趣的灵魂它是百里挑一的，好看的皮囊它是千篇一律的。哥哥姐姐们，我也不敢去想，也不敢去看，但是我能做的就是在眼下啊，哥哥姐姐们，我能做的就是在当下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可能心里会留有一块位置啊，在最深处留一块位置给他去等。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其实哥哥姐姐们，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比较希望他会回来找我的，但是我已经努力过很多次了，哥哥姐姐们，我已经努力过很多次了，顺其自然吧，一切随缘就好。谢谢，谢谢哥哥姐姐们，真的，从他跟我讲了那件事情之后，一直到现在啊，我看多久过去了，已经有大半个月了啊，大半个月已经过去了。然后直播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家人们一直在等，就是在告诉佳薇去让我去再等一等，或者说让我坚强起来，这种我就很感动。欢迎欢迎，哥姐叔叔阿姨们进到佳薇的直播间。他给了30，家人们，你们都看了那个视频是不是啊？你们都知道那张卡是怎么回事吗？哥姐叔叔阿姨们，那张卡我没有要，那张卡我没有要。哥哥姐姐们，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视频里面的他说要给我的那张卡我没有要，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东西，明白吗？哥哥姐姐们，那可什么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对不对？哥哥姐姐们，我肯定不能要，知道吗？碰到合适了就嫁了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哥哥姐姐们，佳薇很累，谁来安抚？没有没有，哥哥姐姐们，不要是对的。但是咱们直播间很多家人们说，佳薇你该要了那张卡，那是你应该要的，怎么怎么样。哥哥姐姐们，你们觉得那个卡你们觉得该要吗？该不该？该的话你们打一波该，不该你们打一波不该，好不好？为什么会有很多家人们说佳薇该要那张卡呢？哥姐姐们，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佳薇该要那张卡？在我的认知里面，哥哥姐叔叔们，在我的思维层面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我一旦要是要了那张卡的话，对于佳薇来说，哥哥姐叔叔们，那可能往后的所有环节里面我都抬不起头，知道吧？我都抬不起头。不要是不是啊？我看到很多哥哥姐叔叔们都打了不要了，对，不该要。所以家人们，很多时候啊，佳薇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长，当成自己的，或者不管说是叔叔还是阿姨，还是说是哥哥还是姐姐，我都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长，所以我才去问你们的，知道吗？你们都觉得不要是对的，是不是？不要卡，让他自己去。我也不会要的，哥哥姐姐们，我也不会要的。那你为何用他的号来直播？家人们，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非常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今天是因为李哥要来找我，明白吗？哥哥姐姐们，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今天要上来找我，刚好他的这个号在佳薇的手机里面，很多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所以我想着今天开这个直播让大家跟李哥也见个面。你们觉得这样这个我所做的这个正不正确啊？哥哥姐姐们，我所做的这个正不正确？
要了就变味儿了。对呀，家人们，要了就变味儿了呀。就是不，感觉就像一个交易一样，真的，哥姐说什么，感觉就像交易一样。对，哥哥姐姐们啊，欢迎所有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帮加威把这个小赞赞已经点到了10:08了啊，家人们，10:08了，天黑了，回家吧。家人们，加威现在就在家里面，我就在我们家门口等着他呢。说几点来了吗？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食言吧，家人们，他不会食言吧，因为他今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说要来找我谈一些事情。所以我才开直播给到大家的，因为我知道咱们直播间里面很多家人们应该都是老粉丝吧，是不是啊，哥哥姐叔叔们？老粉的话，你们在公屏上面飘一波一，好不好？所有现在直播间里面有2.8万个家人们看过了，如果你们是李哥的老粉，哥哥姐叔叔们是李哥的老粉，你们在公屏上面飘一波一，好不好？我统计一下直播间里面有多少家人们是老粉丝。可以吧，扣一个一就可以了，哥哥姐叔叔们，扣一个一就可以了。基本上230个家人们都是老粉，还有吗？哥哥姐姐们是老粉的，你们把小一飘在公屏上面就可以了，哥哥姐叔叔们是老粉，把小一飘在公屏上面就可以了。因为这一路走来都少不了大家的支持，都少不了大家的鼓励，也少不了大家的鞭策，知道吧？不仅仅是有鼓励有支持，更多的是鞭策。只有你们在你们这种不断的鞭策下才能走到今天，哥哥姐叔叔们知道吧？真的很感谢大家，基本上都是老粉，我刚刚看了一遍。那哥哥姐姐们，你们还没有关注加威的哥哥姐叔叔们，今天第一次走到加威直播间的，愿意给加威点一波关注吗？哥哥姐叔叔们可不可以给加威点一波关注？点了关注的哥姐叔叔们，以及所有老粉，所有是老粉的哥姐叔叔们，今天这样嘛，你们走到加威的直播间了，肯定也不会让你们就这样的回去，是不是？加威这边呢，哥姐叔叔们，我是一个来自大山的孩子，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什么特产农产品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多的。平时的话，加威只在自己的直播号里面给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哥姐叔叔们今天，如果你们也不是说只有今天，未来啊，哥姐叔叔们未来你们想要的什么东西，这些自己平时所需要的、所欠缺的，你们也可以跟加威讲，好不好？也可以跟加威讲，好吧？谢谢啊，已经点了关注，是不是？谢谢哥姐叔叔们。那这样。人间的灯火是明亮的，是不是？哥姐叔叔们确实啊，也希望这万家灯火里面也有一盏灯是给咱们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哥姐叔叔们留着的，好不好？特别喜欢你，谢谢啊，谢谢。第一场直播就关注了，是不是？那行，哥姐叔叔们这样吧，今天走到加威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我看一下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对，确实啊，哥哥姐叔叔们确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样，哥哥姐叔叔们，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分享啊，可以给大家分享。稍等一下，家人们，我帮大家拿出来一下啊。